除夕这天被称为过年必逛的24小时不打烊的潮州春节假日市集，摊位前已经出现人潮。我吃好了，对对，所以一定要来，所以一定要来。对，所以今天还没年夜饭，就先来吃一点。就先来逛一下。金针菇啊，哦，这是要钱？哎，哦。得先把食物备好，就是等待客人上门。香鸡排一整摊都放得满满的，素炸大鱿鱼也不遑多让，好几十只就插在摊位上。老板们说，疫情过后人潮真的回来了，比往年还要多一些。比往年多了。对、哦。为什么要比往年多一些？因为疫情过了。对呀、啊。疫情过后，对，太难怪了。准备多少？很多哈、哦，没有办法算哈、哦，没有办法。然后一直补给就对了。对。还有香肠摊，可是从进门漂洋过海来摆摊，也是要来大赚过年财。这一次是从除夕营业到初四，五天，将近有600摊的这个空间。那整个布在我们这个 T 字形哈、十字形的这个范围内。另外，在高雄盐城区过年限定的新乐街夜市，一大块腌制好的沙威玛肉片，老板一片片切下来，手没停下来过，摊位前还是大排长龙。过期了，除夕人没有很多，初一开始更多了。另外，这摊古早味龙须糖同样吸引大批人潮，老板说备好料要迎接人潮了。还有特别准备比较多的料吗？当然有。为什么？怕卖不够力。哎呀，你平常多准备多少？大概两倍。哦，桃园。北部比较冷，特别来高雄。对，北部比较冷。这边比较暖和。对。好、香港。香港啊，你们多少人过来玩？5个。有没有过节的气氛？有啊。过年就是要人挤人才会有年味，也让市集每年都成摊商抢商机的必争之地。美食新闻陈家祥、洪明生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